公民教育来讲具有相当的启发。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说服讨论的机制。因为朱教授在论文的后半段把学生自发的担任义工的感触把它做这个就是描绘。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是这些参与活动的这些义工的主观感受，我们怎么样把它做一个比较，成为一个客观分析，这点我觉得是还缺了另外一点，如果能够把这个做一个客观的转换，对于研究来讲就更具有意义。好，我这次说到这里，谢谢。我们谢谢卓教授的评论。因为两位评论人对两篇的都有提出一些看法，是不是容许我这边给两个研究团队在各两分钟的时间是做一个回应？好，先请。